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心如谷雨》的游戏实况，我是冒寒。那么今天的话啊，我们啊依旧还是在快步入冬啊，不入冬天，快步入秋天的这几天啊，这一集应该还是步入不了的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我加了一个模组啊，我们随时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人物的造型啊，可以换头发、换衣服、换皮肤，对吧？啊，这个也是个模组啊，你看，叮的一下，这是魔镜啊，超级衣柜。啊，这个衣柜好像，这个衣柜的话是模组里面才有的，包括我们这个 M 键的这个地图啊，也是有所改善了。地图的话，这个设定什么的话，啊，这个变中文了，更融。他说那个这个地图更能融洽的这个融入这个汉化模组里面。好，这个好了，物品完已满，好吧。我先把东西存了。把这个存到这边去。煤炭我有几个？32个煤炭，烧一烧吧。然后鬼鱼的话存掉它。巧克力蛋糕，这个太阳精华是这里的，太阳精华可以卖钱呢，一个可以卖40块。而且我们这个价格啊，单价总单价这个模组已经变成汉化的了，之前是英文的。这个存这里，尾巴好多，电池组，哇，电池组可以卖那么多钱，太奢侈了吧。这个冻土鞋我可以把这个鞋子卖了，冻土鞋可以卖掉它了。然后这个楼梯的话我们放这里，红色结晶，红色结晶没有存了，我们把这个红色结晶给交了。之前在垃圾桶翻出一个钻石，一个钻石还没有一级电池贵啊，比电池贵，好吧。打了个喷嚏啊，这个好像可以放到那边去的，可以捐掉它。绿水晶镍矿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洒水器还是没有做，因为现在金矿的话，金矿不够，金矿多了啊，我们还是要去挖点金矿。多挖点金矿，还是要挖矿为主啊。钓鱼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啊，赚钱赚多，你要去买这个矿石，我们还是自己挖着好玩，对吧？我发现应该这边这个出来了，好久没看了。这个枫糖浆，这个是什么？松焦油，这个是什么？橡树树脂，好吧，好几天没看了。这个坏了，我去，这个怎么修啊？哎，这个要怎么修啊？先把我重新拿一个过来维修一下，居然烂掉了，这个。居然烂了，不科学啊。啤酒花也好了，啤酒花等会去修吧，应该鸡不会跑出去啊，我觉得鸡应该不会跑出去。哎，这个怎么那么小啊，什么时候装的啊？后面补上去的。蓝莓也好了啊，蓝莓用蓝莓来酿这个果酱吗？辣椒果冻，蓝莓果冻，哇，蓝莓果冻好值钱。哇，这为什么是银色的蓝莓？咚，进去吧蓝莓。我把这个重新修一下啊，好，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，这个行啊，直接放上去就可以。我们的甜瓜估计要等到再隔两天才能好，现在还好不了，现在离甜瓜好还远了呢。浇水，甜瓜好了，我们就真的是可以暴富一次了，真的一夜暴富了。甜瓜这个真的是很赚钱，我觉得种甜瓜。种玉米都没种甜瓜赚，甜瓜这一波说的真的不错，十几天，12天好像。这个我交了吗？我说体力不够啊，体力不支了。为什么人会往前面冲一下？我觉得每天浇水都是很坑。要是真的有黄金矿了，我们用洒水器了，就基本上就是挖矿了。现在5个黄金矿石才能弄一个。这猫在干嘛？猫猫，啊，没水了。错了，浪费体力了，又错了，这好难弄啊。少浇一个，反正等到那个应该到夏天啊，不对，到秋天吧，秋天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这个黄金矿去弄那个了。嗨，你好，
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让我进去啊！哎，五哥你好，一颗星了，五哥。哇，有大蛋！哇，大蛋，大鸡蛋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有一个任务里面有个大鸡蛋的，对，大鸡蛋两个，一个鸭蛋，各一个。物品栏已满，好吧，把什么扔一下先。哎，我扔哪去了？不会一扔没了吧？不会吧，果酱被我扔没了。果酱扔哪去了？果酱扔外面去了。这我是不是不小心扔垃圾桶了？算了。哎，这里也坏了，这里的栅栏也坏了，为什么会坏呢？为什么栅栏会坏呢？为啥会坏呢？而且我好像我记得放的不是这个位置。好，那等一下这个啤酒发我们要放掉它。哇，全是油啊，你看。刚把那个什么果冻扔到哪去了？扔不见了。哇，地上有这个。哎，史前工具可以放到那个里面去。史前工具。哇，已经下午一点了，这天过得好仓促啊。钻石，哎，垃圾。都送过来，谁没送？玛尼没送，玛尼在哪？看看，香豆子，破损的眼镜，玛尼人在哪？看看，哎，玛尼在上面，嗯，啊，他在店里面，哇，一堆的人在里面，还在玛尼在里面跳绳，也是醉了。玛尼你好，这个是在干嘛来的？给他一个高级的香豌豆，谢谢你。这在采什么东西啊？扭秧歌吗？这个？把这些东西先放了。大鸡蛋。鸡蛋不是这里的吧？哦，这个可以放了，这三瓶我都有了，枫糖浆、松焦油都有了，我们可以解锁这个野外采集包了。这个大鸡蛋，大鸡蛋，牛奶和这个我暂时还没有，鸭蛋也没有。这一集我们就不弄什么东西了。哦，那矿石，矿石可以解锁什么包吧？矿石耶、yeah ，走你！当当当当，矿车修复。哇，奖励！哇，万象金石，这个估计，这个玩意儿多少钱啊？不值钱。万象金石，这个哦，铁棒和金棒，我可以把这个也交了，然后我们可以修复矿车了。我们唯一一个可以修复的东西。先去把这个东西拿一下，估计这个砸一下500块一颗吧，看上去很贵啊。一条这个，哎，黄金矿没得烧了吗？黄金矿。烧一下，五个可以烧，可以烧个金条吧。快烧啊！快烧！快烧啊！快烧！
就等你烧呢？十个一烧还是五个一烧？哦，烧了，烧了，烧了。那等会我们拿金条过去吧。这个要存了，这个放鸡蛋去，放鸡蛋那个机器里面去。有一天没放那个稻草，导致那个啥。我有多少稻草来着？155个，去砍一砍吧。等他那边烧完再说。我发现这个越长越多了，之前还没那么复杂的，这里一大片全是。之前我记得这里都被我剃光了。农场里面全是这个稻草，看多少个了，200多个了，够了，还没烧完啊。嗯，哦对了，我要那个，这个，哎，放哪去了？一瓶这个，一瓶这个，一瓶这个，然后可以解锁另一个东西。好了吧啦，好了吧啦，快快快快，黄金快烧啊，烧了半天没烧完嘞。扔进去，烧铁，一块铁可以卖多少钱？可以卖120，不划算。我买煤矿都没那么啥。快啊，快啊，4点了，来不及了，这一天就浪费掉了。哎，这好慢啊，这烧的，真心慢啊。哎，可不可以快一点啊？加个速啊！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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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那这怎么了？这淬火淬完了吗？还没烧完了，烧多久了？这黄金要多久才能烧完啊？嗯，等啊，只能等，好慢啊！我上去捡东西去。看上面有什么东西捡。哇，葡萄，给我刨一个粘土，没了。去洞里看看，去我们洞里看看有什么东西啊。什么都没有。果蝠呢？果蝠去哪了？烧完了吧，这次真应该烧完了。黄金，这黄金要烧多久啊？2小时吗？哇，然后把这个铁块先交了，铁块先交，然后这边还有这个什么油啊什么的，野外采集包，这个也可以交了。这要把这个解锁很慢呢、啊。这个野外采集包可以把这一个解锁大桥修复。啊，没修复了。奖励啊，秋季恩赐、哦、好吧。我加2的野外采摘，2的防御力，好东西。冬天的美食，这个我没见到过。番红花，这个是啊，奇葩蘑菇，野莓好像有，榛子好像也有啊。葡萄已经交过了。烧完了吗？黄金，哦，终于出来了！我的天，这烧多久啊？葡萄，香豌豆，这个垃圾是放哪里？垃圾放这里的。啊，黄金可以交了。啊，这盆菜的话我可以留着啊，这盆菜先留着，不带，带太浪费。还有什么吗？蛋糕巧克力先吃掉它，然后粘土可以放这里。然后把这个交了，这个交了，顺便去下海滩看看有什么东西捡吗？哎，有时候跑快跑慢了。
老，我们可以解锁这个什么炉子了，可以解锁矿车了，终于把一个给弄完了。哇塞，搞定！他给我什么矿石吗？奖励啊，江钻，你送我一个火炉是什么鬼啊？我有了，好吧，哦，修复了，哇，好多小精灵，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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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是祝尼摩，祝尼摩森林的守护者。哇，好，这里修复完了吗？祝尼摩，他也喊出名字来了。啊，我挡住他会怎么样？不动，他是要干嘛？那是不是点亮一颗星啊？哦，拿出了一颗星，他从哪里拔出了一颗星？嗨，你好。哦，好，有一颗星了。哎，他为什么会跟着我啊？他为什么会跟着我？这小精灵，我们终于搞定一只小精灵了。海滩看看有什么东西捡吗？没东西捡就回家了。有东西捡吗？貌似没东西捡，这边呢？这边夏天没什么东西捡的啦，连个珊瑚都没有啊。什么鬼？你雨都不下，东西都不给我一个。好了，睡觉，一天就过去了，这一天耗费很长时间。大理石什么要第二天去交，然后这个熔炉的话。熔炉不用了吧，火炉我已经有了，存掉它，睡觉。看天气预报，天气晴朗，风和日丽，好吧。占卜，是的，睡觉。哦，这个矿车修好了，这是什么奇葩的音乐？叮叮叮叮，然后那个铁匠来找我了。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这个，哎，重播的天气预报，风暴，好吧，又可以赚电池了。又可以赚电池了。每天都可以说这个吗？每天都可以说啤酒发吗？昨天刚说过好吗？它每天都会涨的吗？我都没啥印象，我记得还不是每天涨的呀。应该不是每天涨的啤酒花，然后它两天都涨了。小精灵的祝福吗？这玉米，这是我的玉米田，玉米地。我说再多种点玉米，我觉得。那我现在体力跟不上，撒不了那么多的田。而且黄金也不够，黄金太难赚了，但是可以花钱买，但是我没那么多钱。然后把这一片田收了，到时候就可以弄了。等到秋天吧，秋天我们到时候可以多搞点这个洒水器，就按照这个外面一圈中间不放东西的这个造法，可以种好多。这个猫又趴的了，好可爱啊，超可爱的猫。炸弹又坏了，什么鬼？啥情况？是猫说是不是你干的活？把我炸弹又弄坏了。前几天都没坏过，好吧，现在一直坏，什么情况？说是不是你挠的？我要去修一下了，好烦。我啤酒发好多啊，你看我种了一个夏天的啤酒花，200多个，可以卖6000多。有钱人就是这样存的。啊，修好了。嗨，你好。两个这个东西。五哥。
连黄，哎呀，我进不去了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哇，又一只大蛋，大蛋是不是出来跟小蛋的价格是一样的？我要吃大鸡蛋吗？我天，先卖75块、40块，我估计出来的价格是一样的。到时候我们看看蛋黄酱是不是有特殊蛋黄酱啊？不过也无所谓了，蛋黄酱出去就好几百呢。哎，我要干嘛来着？蛋黄酱一个就好几百了，你看，蛋黄酱一个150呢，一个75还是亏的，好吧？先留着吧，到时候慢慢卖，一次性卖的，该卖个10几罐，一天可以做6个嘛？可以做6个啊，可以做4罐。我可以把这个去砸一下。还有谁没交过东？没给过那个东西？潘姆，好吧，忘记了。忘记潘姆这个事了。哎，这是不是修好了？哦，可以到镇子。哇，这速度好快！现在，哇，好溜，溜不溜？直接飞过来了。有了矿车就是方便啊！有了矿车就是方便啊，杠杠的。这里要卖黄金矿石，你看5个黄金矿石，那2000块我才能可以买一个那个，还不自己去那个了。我这个砸下多少钱？还好。哦，哇，钱砸出了钱，啊，黄金矿。黄金矿是什么东西啊？黄金矿石、铁铅矿，都没见过这玩意儿。可以捐给博物馆，铁铅矿捐给博物馆。一矿石被熔炼成一条独特的矿啊，一矿石好像挺稀有的，这几个我先存着吧。你这手上这个是什么？黑曜石，把它捐给博物馆，200块呢。黑曜石，搞不起啊！我去博物馆先捐点东西。哎，他啊，这个。向博物馆捐赠，我可以捐这个一个、2个，这个要不要捐啊？黑曜石，捐了吧，这应该不是普通矿石。哇，可以解锁新东西，获得奖励。哇，杨桃树种子，夏天13天成熟，好吧。那我为什么给的东西都是夏天呢？你好歹给我个秋天呢。我一直在想，是不是应该带着学生去郊外的郊游呢？干脆去森林就好了，好吧？嗯，金化鸡，蓝图，五彩碎石，农民结婚手册。在向你任何人求婚时，你先得到他优惠一段时间，用皮夹小店里的花束来邀请您。啊，邀请别人同你约会，好吧？哎，这边有2本了。啊，这个我们不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好像捐40个可以拿个那个下水道的钥匙。捐40个可以拿下水道的钥匙啊！去海滩看一圈，有没有东西？哎，有。文蛤还是鸟蛤？鸟蛤，说这边好像也有路啊。这边把这个砸了，好像也可以过去。哎，为什么晚上就没有呢？今天就有了呢。晚上我过来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嗨，你好。哦，搬垃圾桶。哎，石英，我去。谁垃圾桶里面还放石英呢？谁家的垃圾桶里面还能翻出石英来？钻石啊，垃圾，好吧。5个黄金矿，不错哎。我去挖矿去了，我们要多挖点黄金矿石，多挖点黄金矿石。把这个卖了。这个矿留着，什么一矿啊，什么矿，好像是没见过的矿，挺少的。
先不烧这个，铁矿有点多，先留一下。把这个也存了，这个葛啊，葛给卖了，香碗豆存着，都可以存一下。嗯，垃圾存一下，到时候有垃圾转换器了，就可以用了。啊，这鞋子我要卖掉它。我们现在有这个矿车了啊，比较溜。去矿洞，它瞬间过来了，回家就很快的。哦，好吧，两点才开门。这也没东西捡，我们只能去挖矿，等出来再卖吧。十点，还可以先回。八十层我还是第一次来啊。上次来的时候那个没带啥东西。哇，绿宝石哎，绿宝石叶，绿宝石呢？这里可以挖出什么矿吗？这红色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可以出煤矿呢。啊，好像不是啊，好像都能出。好吧，这煤矿还是挺少的。好吧，我们应该去泡个澡。我应该去泡澡。啊，有这个葡萄籽。泡澡，哎，被挡住了，过不去了。因为我们有这个，还是用了那个修改器的加速，就是快速跑步的模式。本来是那个之前也说过了，自带的对吧？那个男女这个同一个浴室的吗？我感觉是一个浴室的，你那边出去应该是女的。回体力回的超快，好，满了。我看从那边过去能出去吗？感觉这是女更衣间，我说吧，女衣帽间。为什么在里面就不能跑了呢？先把这鞋子卖。现在冒险者协会把鞋子买了，需要新的宝剑吗？我买过了，好吧，买了一把双刃大剑，买了一把这个东西，冻土鞋卖掉它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战靴，三的防御力，黑暗之靴，紫水晶戒指，击退黄宝石，精准度，暴击之率，暴击伤害。增加10%的伤害，5000块，我要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这玩意加伤害有点厉害。洒水的放到后面去吧。哦，我发现问题，可以反复进来刷这个红色史莱姆。我觉得可以反复进来的，就是我出去，我再到80层，然后反复刷这一层，我不需要再往下走。哇，巨大！喂，楼梯，巨大惊动死，150哎，可以反复刷一层，我不用下楼梯。这个是什么矿？哦，黄水晶。哇，黄金矿石。下楼看看，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哟，哎呦，铁矿石怪物，这个是黄金吧？啊，黄金矿，哪有蝙蝠啊？红色的蝙蝠，喂，啊，红色蝙蝠，杠杠的，我要黄金矿，还蘑菇啊？哪有怪？我听到声音了，蝙蝠呢？可以我进退反复刷，我不一定要一直往下冲的这种，
这还不出煤矿，只出石头。哟，这还出黄金矿，有点赚。哎，出楼梯了。我那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虚无精华，好吧，听起来还很厉害的样子。哇，这个矿，我把什么给弄了呢？把什么给吃了，或把什么给扔了？紫蘑菇，石头要的，这个不要了。虚无精华，看上去很厉害，有黄金矿石。现在我们多少黄金啊？哇塞，多少个了？17个，我可以弄3个了。那洒水器有望了，现在洒水器对我们有利了。为什么红色的这层数？因为它是红色的层数，我没注意，有可能这个级别的层数都是红的。哎，又来了，这笔钱不对啊，有点不妙。哎，这个是什么怪变成？是个美眉。还掉铁矿呢，这什么怪？啊，虚无，刚刚看到那个东西，这有箱子。快85层了，我他会放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很厉害啊！哦，会致盲，好像我会中毒啊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绿宝石，哇，这个也是绿宝石矿吗？绿宝石一个能卖多少钱？哇塞，250一颗啊！拿来卖钱吧，因为我挖绿宝石可以一下子爆2颗，我有这特殊的宝石寻宝技能。就差一层了，哎，巨大金重石，再多挖点这个。我们都85层了，最后90层我是打不过的，所以说我们先多挖挖吧，把体力耗完。黄金，可以卖好多钱了，600块，我要挖矿发财了好吧？我就没事过来挖挖矿得了，都不用种地了，随便挖个东西就可以赚600多块。不知道把它凿开能出什么东西，让我凿一下。不过那个之前那个蓝色的凿好像要花好多块，100块钱吧。它有多少钱凿它就要花多少钱好像。所以我觉得凿这个矿石有点坑。那后期凿起它的煤矿。那后期凿起它的会好一些，前期就卖掉它吧。这个红的，特别这个红的东西。哇，大爆炸。哇，我发现我应该有很多石头了。亮的，我听到蝙蝠的声音，大家都应该听到蝙蝠的声音。红蝙蝠，我去，伤害好高，十滴血，这虚无机吗？虚无机啊，啊，我们可以上去了，85层，可以直接去85层了耶。然后回家，哎，这个，哎，巴士站镇子，直接回来了。4:50了，等，要睡觉，先把黄金放进去烧。我现在差很多黄金啊，包括这个要整理一下，这个虚无精华的话，虚无精华放啊，太阳精华、虚无精华都放一起吧。啊，黄水晶、铁矿石。蘑菇应该我记得是一个胶的物品啊，绿宝石啊，这些东西还挺珍贵的。现在我们下一次矿可以卖600块，把这个留一个吧，看看。我估计开一下要150啊，这个直接全卖了吧。这个万象晶石好像可以啊，多弄个这个东西，其他倒无所谓的了。好了，那么这集我们就可以结束了，看看卖多少钱。哇，十字镐，我挖矿6级了，新的合成配方，超级炸弹。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吧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可以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订阅啊，或者点击我视频空间的一个订阅都可以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